修炼感悟节选。每一颗人心，每一个不在法上的念头，都是物质，都是有生命的，都可能控制你能否摆正基点，能否识破它，能否战胜它，能否自己主宰自己，就是你能否向内找自己。当听到看到遇到什么事时，看自己的心里是否被带动了。动心顺着想，顺住做的时候，就是在扩大之处，反之抵制它。人的理，人的念，人的执着一出来，认识到不对，就马上清除它。我不要你，它就会被清除掉。当别人夸奖时，为什么高兴听哪？是不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、求名的心吗？当别人指出不足时，为什么心不舒服、不愿意？是不是触动来听好听的那颗人心呢？你为自己辩护，强调自己是正确的事，你已经被执着或观念带动，把自己交给他了，让他控制你了。我们在修炼中要愿意面对自己的不足之处，多与同修在法上切磋，在法理上明白究竟怎么不对，怎么样才是对的，是哪一念哪颗心不在法上了，要修掉它，归正自己。